妈，你干啥呢？拖地呢？那我拖的灰。别拖了妈，我都拖好几遍了。早上起来拖一遍，完了中午拖一遍，你们来之前我又拖一遍，没啥灰。哎有人就有灰呀、啊，那你看他来回走，可怕带不带灰？我到时候那孩子怎么做？那都吸孩子过去了。没事，我都拖三四遍，三遍了。不是，他一走道他就带，搁外头进来就带灰。你不信，阳阳光，有时候你就瞅着这地下就有灰。干啥呢？玩具吗？拖地呗。玩具都给箱子里去吧。你说妈，你说妈来多好，到那嘎能帮你干点活，你还能亲就亲。人都擦八百遍，你还搁那拖？你就干那啥，画条天珠。还贴图呢，你咱家那贴什么图？你咱家给那看都是，你早上擦完了，你可干净了，晚上你干嘛擦还黢黑？你说那灰也不知道搁哪来的，那你说勤擦点儿，你多好啊！我受不了，这地得勤擦，这地一擦，地还打呼噜呢，刚才啥打呼噜？地还打呼噜呢，嗯。别他妈搁那嘎学，嗯，那是你搁那睡死着了，我还没着呢。哎呀，说到地还得打呼噜，真行。大儿那会儿你奶抱你拖地的啊我看他一直搂着你个那会儿。哎妈，我从哪进屋还没消停呢？这家伙就给你收拾。哎呀呀！哎妈，可累了，你快撂那儿吧，人家都拖干净，这地哪有灰？还有灰？你看我挠出来的。哎妈，那放着，那想拖能没灰吗？自己扬呗。来，你们亲了多少？我帮你干。家有一毛，有一亩，能有一揽。这玩意儿还活还怕呢？地下怕多擦几遍呢。这地擦可是不可是了不得，是怎么的？擦的透亮十分。有那时候帮把碗刷的，就大碗没刷，中午刷上碗没刷。净说那话，刷什么碗多轻？你搁上头干啥？刷碗多轻的时候，你妈能干吗？巨仔、嗯，我接着我就帮你，这啥都干，这厨房都给你收拾一回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那话，你这怎么的了？你看，不是你是他手上吗？我没看着。我成瞎了我。到现在这汗都没消。成瞎的。妈，背不住啊。可能我不孝敬，我这我妈干完活，我不承认。谁到了？你说来去？你孝敬？嗯，你说你妈一来给你妈的擂台上，我歇一会儿。在这以后吧，要感觉你妈要来吧，就别收拾我，给你妈留点余地。怎么的？是不是？要不我感觉你好像到这屋你不干点活，给我留点活啊？你在这待都多余。哎妈，那你上人家那干啥来？享受着了？你不就是来帮干活的？哎呀妈的妈！可不怎么的，那你说你来干啥来了？这是谁呀？这是。谁你妈呗？谁之前的妈妈吗？哎妈，我寻思我他妈都不知道我是谁的，现在我还知道他是谁。人家当妈的哪个不说疼儿女、心眼儿女清就清楚。那我干啥了？正大岁数，我累点儿都行，怎么都行。胖女，胖你呀？来了，人家还习惯他奶奶了。那谁干的这事？你看这有灰，你看挠出来吧。这还是我的奶奶吗？我寻思隔两天我就来帮你收拾。你老也不给人机会，是不是？怎么的？你这么的，你上我那去。天天去都行，你就收拾吧。我不去，你老丈母娘人家都能干，我去干。哎呀，人愿意，他老丈母娘离得远，你要近我也不管。哎呀，可不咋的。不是，你这晾了妈，别整了。哎呀，我干啥管你？事儿，别整了。啥事儿啊？说呗，这也能听住。不行，你拖得我心忙，我心慌。你妈成天慌。歇会儿，别干。你咋没过去呢？那滴碗有没有？给我来滴两下子，我要不行。妈，那腰疼。老板也累腰是在这儿啊。那我想看个病去。怎么的？我跟你说，看什么病？他直直腰就好，哈腰哈的。我看你铺垫也差不多，鹅得放出来。个人白听。你奶奶是养大鹅的。是大孙子，大孙子，哎呦，我看娘俩，你大爷烦人不？烦人不？啊，哎呦，我寻思你要骂他呢。嗯，我看我还能攥拳敢揍你。咬牙切齿的呢，你看他眼睛。这腰啊，跟你说呀，就落下病根儿了。不是，妈一哈点腰，你看这擦完多好，瞅锃亮的。别擦，那嘎还有点损。这马上就回家了，累，怪累的，歇会儿吧。谁回家呀？你呗。我不回去了，我来的时候是待几天，回什么家？待几天？上哪待一天啊？搁这。搁这待那啥？我寻我这来后天多少天没来了，歇大孙子，完再帮你干干活。干啥？嗯呐，干啥活啊？我去你吃饭。说，你这都谁呀？你就说你想吃啥，我想听。我想吃啥？你那不，我想吃好的，想上大酒店，你能去啊？那你看你挑地上啊。你就说谁去咱俩呀？反正有自找两个人呐，还有找点还是做陪的。还得吃饭去，还得做陪的。那玩意儿，你骗我呢吧？你不就让我给我整家去吧？我跟你疼吗？我还没逮够你，我这刚来，你这来。总共来了几个小时。
你吃点饭去。咱俩溜达去。咱俩溜达去。这干啥呀？大冷天上哪溜达去？那也不光腚出去，那不有衣服吗？谁呀？不是。我寻思咋的？你要是真不走的话，那你在这也行。在这完了，那个正好我俩老长时间没出去溜达了。正好过两天回我妈家买点东西。还有几天回哪儿？回那个。上次哪儿啊？我寻思你要真在的话，正好俺俩出去溜，你看看孩子，完了那俺俩出去溜溜，买点拿东西啥的。买点东西回他姥家呀，就是那意思。那你咋整？过年你去，你这玩意儿年还没过去，你不给你买点啥东西？那你让啥自个儿去呗，或者你去。自个儿他是怎么能买好吗？再说他多长时间不出门，道都不认识。啊，出去一出去好几个小时，孩子我还看不了。现在出去他连一出小区都不知道往哪走，蒙圈呢，找不着北，转向了。这北在哪都不知道。嗯，不像你，你不转向啊。你这玩意儿留家一个孩子，万一闹完了，到时候我整不了。你咋整啊？你是他奶奶，他听你服了，你他走你都服。我现在。就你们俩不管谁出去就买点啥吃回来带我份儿，完了就在家吃口得了呗。买件白酒你也喝呀、啊？成天嘛买啤酒。那你看男人哪敢说买送礼东西？你看你那不是那买送礼东西，我就说啥，咱别犟这个，就一个人出去不就行？要告诉我要搁家跟你爸了，我一人出去那也买那些东西，谁往回拎？你下楼拎去到时候。那你拎着到底下，我去接去，完再顺便买点吃的啥的玩意儿。你就这么的，俺俩出去也快，你看点。俺俩也就是现在几点啊？现在四五点钟啊，八点半咱回来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孩子正闹那闹觉时候，那我怎么看了呢？不能，他一般得7点多能睡。你这整吓跳了。怎么样？行不行？娶个人吧。一人不行，只能俩人。那你来干啥？你在这一点作用没有啊？我奶奶前爷俩还能出去溜去，你俩谁呀？你奶是给看着的啊？啊。那你奶看的是那回事，也有相声站的。有啥相声站呢？应该买孩子，你们给买一套件衣服，你那。我看你这人怎么点你都得点嗓眼儿啊！你们相声没少站吗？那你要给我，你要给我买两件衣服，我也能看。你说你奶拿我一大堆。过年不给你买化妆品还有面膜了吗？你不都提前相声都占了吗？不是，那化妆品是化妆品。你相声不都占完了吗？磕仨头，磕仨头还痛快呢。那500都是我的。那500都是我的，俺们给的，完了后来都落你兜了。你细寻思，你落了一盒面膜，一盒化妆品，500块钱都俺们出的。那你奶奶多少钱？那你问他去。他500块钱我哪知道？你奶外掏500哪去了？掏那就是我的。掏那就是我的。你说来时忘了，我你奶兜里还有钱，我再送个药点，完上那个市场上。不是上了商场买点东西，他都存起来了。昨天下来存的。哎呀，兜里还能一分钱没有啊！昨天存350呢，就66。不能，我送他药，他不敢不给。哎呀哎呀，你咋不撒眼珠子？不是，你看我药他退款给我，你这咋他害怕我大佬不要？哎呦哎，他人那现在说了，大佬啊要指你呀、啊，都不如指他叶老盖，不是整点药的。不是那他搁我跟前就那么说，我大佬啊，我谁也不指啊，我那是给你留点余。我儿子我都不指啊，我就指你了。就是对你有那个期望，你能做到吗？那你怎么知道要啥？纸。那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？闹大呢？谁能够？我看曾经你对我姥那出啊，我感觉你做不到啊。怎么？我虐待他了？反正你做不到啊。你妈呀，这家还他妈敢算卦先生，还好像你做不到呢。不是好像，是啃屁眼子你也做不到，肯定。肯定你也做不到，肯定定肯呐、啊！你啥你也白扯，你这不是干嘛呀？哎、妈呀！要咱说你那、这个，你心如那个，怎么你不愿意听那说话呢？有多少都？你心如是这个？我那什么，都我这说干啥？我等我，你哪天回去我就从你那要。我心里要揍他，你吓死我！我说你买那些衣裳，你给我2000，我得买一套。干什么玩意儿？买那干啥呢？耳朵好像刺挠，挠耳朵。啊，要耳朵。你看蹭往身上蹭，爸，我给你揉揉耳朵来。后脑勺子怎么又红了一下子？是不耳朵刺挠了？我给你揉一揉。哎呦，你还这么黑还出去溜达行吗？那玩意儿怕黑呀、啊哎？你回家该回家回家呀、啊。你是不是传说中那个怕黑的女人？滚犊子去！那个要黑了，你就回家呗。哎，你晚上搁村里这玩意儿就拿电棒嗖嗖要该走的，赶那巡夜的了你。那你吃完饭撑的，你不能出去溜溜？人家没撑，你就知道人家没撑过。那你这帮商场关门没？我下去我也去溜达。八一关了。几点关？4点半呢？4点关了。你看，你要自己要买衣服下去呗。你等再来，你奶还多少来？我跟他一起来。这也快，来年3月初3吧。啊、
他妈来年三月初三。等王母娘娘蟠桃会那天再。那你要那么说的话，你妈学生来年二月二。那天你奶来真招呼我了，我寻思，哎呀，搁家烧了。谁招呼你？你奶，你奶不走啊？你也去啊？我说那我不去了。你说这冬天怪冷的，没人烧炭。好疼。咋不气死你？还肋叉疼呢？你还说你哪一个人看呢？你说他搁回家搁那乐乐的呢？哎呀，我这大孙孙子，我想，我说你又想给你买衣裳，你乐了是吧？你再去是不是还得混几套？嗯，明天再我说明天我也去混去。来一圈得。啊，你这么来的？嗯呐，让他回去，往天倒是没说想大孙孙。一不小心说出了心声。嗯。哎呀妈，第二天就想了，完了早上来也不是那么套说辞的，你早上不说那啥吗？啊，我想我大孙子了，那我可把我想的怎么的？你大孙子还有点压岁钱，把我急了。搁那盒里装，到时候你拿走吧。哎呀，我拿我大孙子的。哎呀妈，你还惯他炮啊？哎呀妈呀！你这种拿他不正好？他也口不能言，话不能说的。反正也不会说。他记不住。那就干吃哑巴亏。哎呀妈，其实要拿点也行。他这种他也不会花。你说这小子得多有福啊？咋的？八个月不到就吃大亏了，开始吃奶奶亏。反正要花点行，等奶有钱都给补上。哎呀妈呀，你可拉倒吧！这辈子不见得能有钱。那哥他也不会花，你就别干哥你哥了。你可别有钱了，你要有钱我都活不起。我花，再给带点利息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别拿蔡小鹏给投资了。你看不看？你看的话，那你就搁这住，你就住我。那你看正好。那你要快去快回来，完买点好吃的行。快，八点半之前准回来。妈，现在四点，你完了你八点回来呀、啊？三个小时了不地了，我的妈！我看不了。你要吃啥呀？你要买点好吃，你天天吃那馅饼、冷面啥都有，你就吃呗。那吃一顿，下顿还能凑合。不是你说你要想吃，你想要吃啥？我市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看着能想起。那你平时愿吃啥呀？我愿就愿吃冰棍儿，老冰棍儿。那冰棍儿真饿啊！多吃点也管饱。他俩就吃着过水面条子。往回我给他我看孩子，他给我买的那什么，就那什么面呢？板面安徽板面，安徽板面啊！那你下回可别那样了，还老整这一家。那换啥？换河南胡辣汤。不行，你就整点什么香香的嘛。香起啊，香起豆瓣酱、啊。香香的东西。嗯。啊。还是香香。八里香。十三香啊。就我搁家吃不着的。就搁农村吃不着的东西。那啥玩意儿？那你经常回家，你他妈吃啥？完了就看我没吃过那玩意儿，你买点。没吃过那玩意儿，别整老面条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！啊，珍珠翡翠白玉汤啊，那玩意儿可好。白汤，白汤。这珍珠翡翠白玉汤。那大白汤跟大豆腐那就那把白玉去是珍珠汤。珍珠不知道。高压汤。吃那玩意儿值钱。哎呀妈，吃那玩意儿还。搁家的年八辈都不吃一回，还吃疙汤，谁吃那包？回不回去？我想吃那个剩、啊。回不回去？你要回去你就回去。我不回去。不回你看孩子，就让大哥快滚，别搁这待着。让我快滚干啥呀？我呀，你搁这等我呢？你先给我送回去。我滚，我还得快点滚。你走了，那他就我回不去了，他不就饿着了吗？他就不走了。哎呦，好了，那你走吧。来，干啥？让咋着？这咋的了？俺俩出去。啊啊！这啥？嗯。